兄弟们好呀，我是昏死哥，刚昏死哥也是刚醒过来，然后现在的位置在成都啊，查什么电子客运站，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挂壁了挂壁了，现在在查电子客运站，兄弟，看看前面有没有吃的，卧室。然后兄弟们，刚在公园躺了一会儿。有个在成都的大哥说，啊，粉丝哥不要慌啊，啊，来成都了，我安排你一下。我有点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是吧？安排啥呀？安排。走走，咱们这个身上有点脏啊，脚也有点臭，不好意思去坐什么地铁或者公交车，咱们打个车过去吧，走走。到宽窄巷子来了，主要是大哥给开了个酒店啊，嘿嘿嘿。嗯，这比较恼火啊，兄弟们。这是厕所。性价比一般吧。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嗯。大哥给我看了订单了，好像是180吧。确实有点贵啊，兄弟们。或许是啊。情人节吧，是吧、啊？炮火连天的晚上，可能说要贵一点，那个应该100块钱都可以开了吧？姚记王啊，兄弟们，然后这个也是大哥安排的，是吧？这个差不多50块钱，然后这个豪华大酒店也是大哥安排的，180啊，咱们开个抢啊，吃上一次。哎，这还有空调呢。啥玩意啊？是一只还是半只？这里今天闻到那个火焰的香味，是不是放火焰搞的？把那个辣椒给它搞里头啊，兄弟！半只啊，兄弟们，这个是酒，来吃上一次，来下楼你们先吃，不吃大的，不是我吃。好热啊，兄弟们！一时都掉了。哦，满分十分，来吧。嗯，7.5分吧。好嫩啊！非常感谢这个大哥的赞助啊，感谢大哥，该说不说的啊，让小老弟有一口热饭吃，有个住的地方，好吧。满分十分，给大哥打个8.8分啊，非常不错。这个大哥呢，我认识他很久了，以前玩贴吧的时候就认识，认识4-5年了吧，成都的。然后今天看我来成都了，就挂壁在那边那个公园。小弟啊，不要慌啊，
那个你来是吧，来我们成都了，大哥给你落实落实一下好吧，吃的住的今天给你落实了。感恩大哥，祝大哥长生不老永远不死啊，感恩感谢。吃的有点猛了，兄弟们。然后明天呢，再去找个房子，去租上一租。不知道成都这个租房子贵不贵啊？300块钱能不能租得到？要求不高是吧？有独立卫生间，离地铁近一点是吧？哪怕偏远一点都没关系。好好去找个班上。是吧，搞个正能量，整天躺着，整天高兴乱七八糟的干什么，是不是？还是那句话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好吗？兄弟们就这样，兄弟们。一波子啊，哎呀，那干嘛呢？干嘛呢？非常感谢大哥，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